家来看到一场展览，阮义中台湾故事馆第十一档的展览在今天开幕，展出的主题为习德进人与自然，还有阮义中心灵的独白，展出台湾重要画家习德进人物肖像，还有风景绘画，以及阮义中老师办事祭前为出版社刊物所绘制设计的插画，展期是到9月27号为止。在宜兰市长阮义中老师以及与会贵宾共同主持之下，阮义中台湾故事馆第十一档展览隆重开幕。请用剪。阮义中台湾故事馆第十一档展览正式开幕。展览主题是习德进人与自然，以及阮义中心灵的独白，展出阮义中老师办事祭前所绘制设计的插画，以及习德进老师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绘画，其中还有一幅是习老师亲自为阮老师所画的画像，相当珍贵。习先生呢是影响台湾现代美术最重要的人之一，他呢把深厚的他的那个艺术修养啊，在新的这块土地，因为他是四川人，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到这块土地啊，这里呢播下种子，结果的影响呢好几代的人，我就是被影响的其中之一。那在拍照之前呢，我是爱画画的，所以呢也蒙他的赏识啦。在50年前呢，我还很年轻的时候，19岁，他就替我的文章写过，尽量的用美好的言语啊来鼓励我，所以呢我感念在心。所以这个展览呢，一来是回顾他的作品最精彩的那一部分，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市长江宗渊表示，台湾文化地景是习德进老师创作的养分，风土民情则是阮义中老师作品的基石。艺术家会从外在的人事物获得灵感，并得到内心的启发。欢迎大家来参观展览，让台湾故事馆再次为各位朋友带来感动。我们历次的展览都非常的精彩，这些精彩里面都充满很多这个我们台湾这个热情的故事哈，感人温馨的画面，或者很多我们的记忆。所以在进入第十一档的展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历史元素，都在不管是摄影、画作上面、艺术上面来做连结展出，已经这个是等于我们宜兰很大的一个荣耀。那里面的内容快很准啊，描述的笔线非常的清晰，而且让人感觉到能够跟土地结合在一起，也能够发扬台湾的文化，更能够让所有的后人能够追思到习大师能够体会到阮老师他们的用心，把这样的一个艺术文化发扬光大。这项展览从今天起展出到9月27日为止，欢迎爱好艺术的乡亲踊跃到场来欣赏。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